好，今天我来到了国产快时尚女装品牌爱衣服的生产车间。那么他们前期呢，主要是以街店为主，百货、购物中心均有它的身影。如今呢，也已入驻了各大电商平台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一件衣服是如何生产出来的。这位现在做的就是三合一夹肩带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工艺呢，就是服装的压线工艺。你好，这款机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？这个线机啊什么的都做得还挺好的，轻松的。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工艺是做什么吗？你别看它平平无奇，它实际上最后会变成这样。那么经历过前面几道工序之后呢，一件美丽的小裙子就这样被打造了出来，就可以运送到线上线下等多个门店进行销售。我们工厂里面为什么选择这个富山的车子？富山的车的话正好符合我们工厂的这个品质这个要求，而且我们有不少工人反映这个富山的车子做起来比较好多一点，速度也快，然后线机也比较平整，各个电控方面他们也很好调节。因为我们工厂呢也不是第一次做富山的车子了，我们那边的老厂也是选用了富山车子，这边的新厂看见老厂那边做得很好，所以再继续选择用那个富山的车子生产。